像它这种纹饰，这都是这个时期青铜器上很常见的纹饰啊。但它一个特殊性就是，它是一个方体圆口的。我们见过圆锥，也见过方锥，这种方体的圆口的这种尊，我们很少见到。 铸造工艺，因为铸造工艺是当时的一种技术，包括这个人当时的这个铸铜匠人，他的一种技术能力的一种证据，可以显示他的这个技术能力。所以说，我们要关心这些细节的这种做法，他是怎么处理的，而不同的地区，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差异。 大口尊这种器物呢，在中原地区，它的是酒器，但是到三星堆这边，虽然它用了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青铜容器，但是它不是照单全收的。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在三星堆的这些容器里面是存酒的这个证据，反而里面有很多是藏有海贝。那么海贝在商周时期呢，一般认为是可以理解为是钱币。那么我们目前可以初步的认为，这些东西对当时三星堆人来说。 可以说是存钱罐，但这可能是当时三星堆最顶尖的权力中心的那一小撮人用来储藏财富的东西。